是有人写错啊。不可能啊，你们两个太一二三，狮子啊。什么双子？对啦，双子两个性格，一个是善良，另外一个也是善良。对对对，OK OK。茄子，完成自己的梦想，世界冠军。没有。觉得自己最少女心的兴趣，我喜欢李宗硕。最害怕的东西，蟑螂会飞，会飞，会飞的。比赛前的小怪癖，小怪东西都要摆整齐。万一在球场上被架拐子，我是以暴制暴型的，一定会打回来。全身上下受过伤的地方，三个，左膝开刀一次，右膝两次。单场得分最高纪录83分。雷鬼头和光头选一个。雷鬼头。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主播的运动周记，我是曾怀莹，我是 YY。今天很开心跟大家见面喽。那我们今天当然一样有丰富的节目内容，还有很棒的赠品要送给大家哟。对，今天一样，今天这支赠品呢是我们的公主拍，然后上次其实有介绍过，上次没有抽到的呢，这一次不要忘记，一定要把握机会，对，没错。然后只要你是主播运动周记的粉丝，你分享今天直播影片，然后 tag 两个好友，就有机会可以抽中哦。然后今天我们的直播大来宾，他也是非常厉害的羽球的国手，而且表现非常的好哦。他待会儿就会来到现场跟我们做直播跟互动。对，想要问那个球拍啦、羽球啊，然后运动伤害的、啊、都可以留言。对，待会儿来到现场的会是羽球铁人，是徐雅晴。对，那当然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名人专访的部分，我们要看的是张家哲的专访。非常开心邀请到家哲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么首先我们要请问家哲的是，分享一下您的近况。2月25号代表台湾在东京马拉松完赛的记录非常的好，打破了台湾的男子选手20年来的完赛记录。这次比赛让您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分享一下。印象很深刻，其实是起跑的时候很多人，那我们在起跑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带着尿袋，对，因为不好去上厕所，因为你只要去上厕所的话，那你的位置可能就被别人挤走了，所以很多人会穿着，又很冷嘛，先穿着一个深色的斗篷，然后在起跑前的时候，大家就会蹲下来，哎，觉得他们干什么呢？就最后就拿出一个尿袋，对，那他们就是有特别的准备，然后特别的去为这个今天排队，他们要去如何卡到一个最好的位置，他们都有自己去做特别的准备。那像我就因为没有准备，所以刚开始去的时候排在第三排，然后就最后有点忍不住了，在起跑大概还有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跑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变成第五排，那我的位置就比较也往后延了两排。对，那就是对自己虽然往后延两排，对成绩上面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我觉得从整个比赛的过程中去吸取这个经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相当一个特别的经验。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我希望能够当高尔夫球选手，因为我觉得高尔夫球选手比较帅。对，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个人型的竞技运动。OK。那以前其实在国小的时候很流行棒球嘛，那国中的时候，那时候 NBA 很流行，很流行篮球，那都是一个团体的运动。那并不是我讨厌团体生活，但是在团体的运动里面呢，你会发现说可能有时候为了胜利，那你必须牺牲个人，对，那你可能需要配合你不想要的战术或者是不想要的理念。那在个人项目呢，你可以很充分的去发挥自己的理想跟理念，然后把自己的意志完全表现出来。像跑马拉松就是一个很个人的项目，你想跑快，你想跑快跑快，你想跑慢就跑慢，对，然后你可以用自己的坚持的态度去跑向终点，然后去展现你自己内心的那个坚持的那一面。OK， 对，
那我就比较喜欢这样子个人的竞技项目、嗯、那另外高尔夫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身体艺术的跟技术的一个方面的一个竞技运动项目。对，那我们想再了解的是跑马拉松到现在、嗯、你最自豪和最挫折的事情分别是什么？最自豪的事情当然是参加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嗯、那参加奥运是一个其实是在运动生涯大概中段的时候有个梦想。那大家可能就觉得啊，奥运是因为奥运已经成为一个运动品牌了、嗯、那是一个很高的殿堂，所以能够参加到奥运其实对自己来说是相当的有一种幸福感跟自信心感会提升到相当高的一个 地方。对，那很挫折的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身体的运动伤害，而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对，比如说在2010年跑步风潮还没开始流行的时候，其实跑步 你当个跑者是会被质疑的。对，你跑步能当饭吃吗？你跑步未来能干什么？对，你跑步能够当做你的工作吗？你不跑步，你不赶快去学第二专长，你一直在每天训练跑步干什么？那虽然自己的意志很坚定，但是你周遭如果都是这些疑问的话，其实还是会被动摇。对，那自己最觉得最沮丧的就是在于说、嗯、我没有做错事，为什么我一直被否定、嗯、对，那这是我最沮丧的一个部分。对，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嘉哲的专访。其实他上次来到我们现场的时候，他也特别给我们粉丝朋友留下了很好的礼物哦。对的，嘉哲其实还有自己有在卖那个真男人的文创商品、嗯、然后所以呢咖啡包啊跟这个纸胶带都是嘉哲的文创商品之一。大家可以有空去他店里面看啦，但是这边我们要送给大家这样子一份。礼拜我们会有那个嘉哲的快问快答，就是你可以认识不一样的一面，然后就可以抽这一份，总共有五份，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主播的运动周记，然后把握机会就可以得到嘉哲留给大家的很好的礼物哦。是，我觉得是很棒的哦。对，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嘉哲的另一段访问。其实在国际表现上面都非常的好，为国争光。那你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优势第一个就是家庭。对、嗯、因为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也很喜欢跑步，所以在家庭上的支持就比重很高、嗯、所以在于整个如果社会上或因为支持有家庭支持、社会支持、国家支持， 对，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还是家庭的支持，因为这是你在还没有有成绩之前，或者是达到什么标准之前，在国家介入之前，或者是企业介入之前的第一步。所以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家庭支持。对，我不用太担心我今天比赛输了，我可能就没有钱去付房租，或者是没有钱去付学费。对，那我可以比较少担心这些问题。那在训练上的话，我就可以更专心在这个训练上。再来就是我有选对我的训练项目。Okay. 第一个像我也觉得我也很喜欢短跑、嗯、但是我短跑跑不快，所以我不会去训练短跑、嗯、所以我会改成长跑、嗯、所以在我整个先天的基因的比较适合长跑，然后再来就是家庭的支持，我觉得这两个最大的关键点让我可以有比较好的今天的这个成就。对、okay. 那你觉得这项运动的困难点就是对一般的跑者来说困难点的话，它马拉松是一个耐力运动嘛，所以它困难点它是需要一个累积很长的时间、嗯、比如说你的身体的肌肉量，再来就是你力线体，然后你的有氧能力，那这并不是说你可能花了一两年你就可以有很好的成绩、嗯、可能你要很长时间，可能10年以上的时间你才会有一个大家觉得不错的一个成绩的表现、嗯、对，那时间这个等待我觉得最困难的、嗯、对，你很多人可能跑步个一年两年还有希望说可以跑全马，甚至有跑半个月他们就去跑全马、嗯、这其实对于自己的肌肉韧带软组织来说是有很大伤害的。对、嗯、OK， 对你影响最深远的贵人会是哪一位？
影响最深远的贵人，其实就是我在内蒙古认识的一位日本教练，叫佐藤寿一。嗯，然后他其实当初在内蒙古教学的时候是免费教学，嗯，对。然后他在日本教练退休之后，到内蒙古免费的做教学。嗯，那时候其实我去训练的时候，教练费是付给另外一个教练，嗯，可是他看我跑步的姿势，他自己主动跑来找我。嗯，那时候我其实有吓一跳。对，我的钱又不是付给你，可是他自己主动来跑，然后把我的缺点给讲出来。嗯，然后那时候就一直有跟他互动。那我甚至第一场的日本的赛事也是透过他帮我联络，嗯，然后才可以有到日本比赛，嗯，然后才会有之后我知道如何到日本比赛，嗯，才会有更之后的我如何提升自己的成绩。是，那一直以来跟着日本教练到2014年，然后直到他过世这样子。对，嗯，那这个他的做法其实。对我来说，后面的，比如说我可能带着大学生去参加日本的半程马拉松，嗯，达标四大运，或者是做 Life Shoes 这些计划，其实它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深的影响。对，好，我们看到嘉哲分享了一些他的心得，他遇到了贵人，还有他现在在帮大家。真的，我觉得其实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他在做的其实是不一样的事情，对，很有意义。那我们今天其实待会会来到现场的大来宾，他也是很有故事，而且他的成绩也非常的好哦。对的，我们都很期待待会如果网友有什么问题或粉丝有什么问题，其实现在就开始提问了。待会呢，雅琴就会在现场跟我们做及时的直播的互动，所以有什么问题要赶快提出来，要把握机会哦。是的，那我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其实我们这一个拍子啊，上次有介绍过，它是乌缺系列。乌缺系列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呢，除了它长得很，除了它最大特色就是它是不用修补，它一开始做好就完整。那不用修补的拍子有什么好处？你左右两边的力道是很平均的，所以呢，你打起来会比较顺。再来，它二次成型，所以呢，它二次成型就是它的中管的可以抗扭，但是呢又不会太硬，但它拍框可以很坚固。然后帮我 tag 这个我们的孔，它的孔里面的设计呢是有金字塔的特殊结构，所以它让每一条线都可以很平均的受力。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播豪力就是非常够诚意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那个乌缺系列的羽球拍，然后欢迎大家帮我们分享今天直播影片好吗？分享，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哦，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就是像我们的粉丝团，然后分享这个影片，并且 tag 好友，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好礼哦。是，那在我们雅琴进来直播之前，我们来看张嘉哲的最后一段专访。规划和想法会是什么？职业规划目前的话，我如果成立一个真男人文创商行，那，运动其实它需要一个文化的保留，那它才会有个价值的存在。OK， 那第一步除了去如何去保留这些运动的画面、文字或者是影像之外呢，再来就是自己本身会开发一些运动的恢复的产品，是，对，然后以贩售这些产品为一个收入来源，或者是做行销代言，或者是做赛事顾问，那这些都是主要的一个收入的来源，然后再去培养这些有这些收入的时候，除了自己训练之外，再去培养一些年轻人，那这些年轻人再加入我的团队，然后他们再扩散出去。对，目前的整个商行的运作方式是这样，当然是希望说以后可以更扩大的运作到说，比如说还是希望说可以成立一个长跑基金会，那你可以看到台湾有上百个两三百个基金会，但是都是跟教育艺术有相关的，但是你看到的运动相关的基金会其实是没有，对，然后在公益信托方面是有的，就比如三山足球啦，或者是台中的马拉松公益信托，或是高尔夫球，那这些公益信托是有的。那大家虽然说很支持长跑的这个运动或者马拉松这个运动，但是如果你缺乏一个基金会的话，去做一个经费上的运作，但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运动员的生涯规划，或是运动员的正在训练的时候的经费，或是运动文化。对，你没有把运动文化推广出去，你没有，大家不知道你这个在干什么，没有人知道你在干嘛。
对，那就不会有更多资源的加入。Okay. 所以长跑基金会又变成一个相当重要未来一个计划。对、嗯、好，那再来我们也想请你谈一谈，说你觉得要让运动生态改善，让很多马拉松跑者的职涯发展更顺畅，需要做哪一方面的努力，或是需要什么样资源的投入，让大家可以发展得更好？还是整个休闲运动产业要更发展、嗯、对，因为你一定是玩过这个运动，你才知道这个运动的困难处在哪里、嗯、那你知道这个困难，这个运动的困难处在哪里，你才会去欣赏这个运动。是，对，比如说我2010年跑马拉松的时候啊，我跟人家说我跑2小时20、嗯、每个人就傻傻的认真，两小时二十什么很快吗？对，可是我东京嘛跑2小时19分59秒，也不是自己的最快记录，但是可能就造成台湾的马拉松界大家很轰动、嗯、哇，张嘉泽又回来了，跑2小时29分、嗯、然后全台湾台湾最多次的男人，或者是台湾最快的男人、嗯、对，就是因为大家都有参与的，所以才知道说、嗯、哦，跑2小时20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嗯、然后才会让大家去欣赏这个运动员、嗯、那大家欣赏这个运动员之后，才能产生更多后面的运动商品啊，或者是这个运动员的代言的价值。 对，所以最后还是回来推的话，还是推基层教育的体育课。对，我们体育课能够参与的东西其实有点少，比如说很多人说那田径很重要，好了，极限运动这么重要，我们很少有机会去玩到极限运动、嗯、那我们甚至很少有机会去玩到射击这个运动、嗯、那这些运或是我们很少去玩到跳水这个运动、嗯、对，那这些运动重不重要？重要，但是我们很少这种环境或是资源或是机会去接触到，所以这种民间的休闲的活动呢，其实要推广开来。对，那只要推广开来的话，才会有更多的有兴趣的人才会加入。比如说我们的全跑摇摇高尔夫球好了，那也是因为开创人是个董事长，他有资源可以进入。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人去喜欢运动，不管什么运动，不一定要田径，不一定要马拉松，不一定要跑步，任何运动，更冷门的运动，然后我们把它推广开来。对，非常开心，我们的直播大来宾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咯，他就是雅琴。 Hello, Hello, 大家好。对，那请要歪歪介绍一下，为大家介绍一下雅琴。雅琴呢，她其实战绩辉煌，她大概从16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了世界赛了，对不对？嗯。然后她一直到现在，她的世界排名冠军，世界排名最好的人是在去年的结算到去年的成绩是那个女子单打的第21名。嗯。然后现在呢，她开始打双打了，然后也有打一些混双。混双她大概从2016年、2017年就开始这样，所以她打混双跟双打。那现在他的混双排，双打的排名呢是到第26位，很厉害耶，成绩都非常的好哎。对的，真的好厉害，好强，为国争光，台湾之光。是，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雅琴来到现场。那么我们相信应该也有很多的网友跟粉丝已经有很多的问题等着要请雅琴来这边做回复喽。特别是我们最近有越来越多粉丝是羽球的爱好者，嗯，对。然后有粉丝已经先问说，那单打跟双打有什么差别？单打跟双打的差别、嗯，单打就是一个人在场上，你想要跑去哪里就可以跑去哪里。好，那我提示你一下好了，比如说在体能上啊，或者是技术上啊，或者是技巧上啊，有没有什么差别？哦，这个技术上当然是有差，就是单打比较厉害。你觉得技术上单打比较需要技术，还是技术哦？他们的技术比较。有差别，就是单打可能是小技术，比如说什么叫小技术？其实技术都我觉得重要，我觉得技术应该都很重要。不过双打可能在默契的部分需要比较多琢磨。对对对，那雅琴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跟你的双打的搭档都有很好的表现？这个我认为你在花了很多时间在培养默契这件事情，应该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心得。主要就是我觉得就是场上你有什么问题啊，嗯、你就直接讲，直接问。然后你就是个人的
心乃威啊，心乃威要告诉你的伙伴，对对对对对对，要大方的说出来。嗯，听到很多的粉丝在线上，可以跟他们打招呼哎。Hello， 大家好，我是徐雅琴。果然，你看有很多的粉丝已经迫不及待，希望雅琴可以跟他们及时互动哎。是，嗯，好，那我们来看看粉丝们还有什么样或者网友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来请教雅琴。双打的时候，攻击比较重要还是防守漏洞比较重要？你说我们吗？对，对你来说，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攻击跟防守都很重要，因为你没有攻击，一直打防守也打不赢人家。但是防守我觉得需要很有智慧，因为你要打人家的位置啊，然后就是看位置要怎么打，这个更需要花一点心思去琢磨。我们有看到你会很认真研究战术是吗？就是看比赛影片，看比赛影片，所以你会在那个，所以你在打的时候就会实际上去想象那个你应该要怎么防守比较有智慧这个部分，应该是就是可以多看很多人的影片，然后你就可以看大家可能搭那个地方比较容易死啊，还是怎样，就做这个记录。防守的智慧其实是就累积经验。虽然我防守不太好，一定会更好的。但其实看比赛以及观察敌手他们的很多在比赛上的表现，确实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参考的经验。对啊，对啊。好，然后网友还问说，如像你打过这么多国际赛，应该有时候会遇到那种对手身高差很大。嗯，那这种到底是优势还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看到对方身高差很大的话，你的心里面 always 是什么？其实如果对方的身高很高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觉得场地很满，就是感觉被他们两个都占满了这样子，然後会有压迫感吗？会有压迫感，觉得啊，我很容易，他们不容易露先。对，就会想说到底要打去哪里，因为他们很满，没有什么动的感觉。可是你已经很高嘞，可是欧洲的人还是会更高，对对对，啊，一山比一山高这样。不过我想身高应该也不是绝对的优势吧。对啊，因为高越高的人，他可能晋升就不好啊，还是对他还是会有他的漏洞。OK，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因为雅琴，你跟你的搭档的，其实都是很有默契。但是你可不可以回忆一下，就是刚开始遇到新搭档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培养默契？刚开始的，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不一样，然后打法、球风还是什么都会不一样。但是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跟他讲，然后因为我搭档都很好沟通，所以就跟他讲的时候，他也能接受。是不是要先选一个好沟通的搭档？我觉得是因为雅琴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好沟通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分可以做得很好。不过在球技的磨合上面，应该是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吧，技巧的部分。对，因为可能我之前打单打，然后就会比较多。想法就是你要自己打了自己接，然后自己在场上做想任何事情做任何事情，但是现在可能你就是要顾虑有搭档啊，就是你打过去他会不会不舒服啊，还是怎样。对，哦，原来还有这种场上的感觉。好，那我们就再问雅琴网友有问题了。下一个问题就是，之前雅琴是不是有脚踝受伤？对。那你是怎么去复原的，做这个复健？其实真的花很长的时间。多久啊？就是应该一年多有。哇，就到现在时间很长哎，就可能一直有在比赛。所以你持续比赛，然后脚持续不舒服。就可能打完的时候会不舒服，然后就赶快治疗。我印象中，脚踝受伤有一次雅琴是真的左脚踝受伤，但是还是好坚持把比赛比完，而且还拿到胜利。哇，在咬牙吗？就是在场上其实好像也没有想这么多，就是想要把比赛打完。所以你一进到球场上，你脚踝就忘记了，会这样哎？真的吗？会想说会下场的时候好像就不会痛，但是打完下来就又开始痛。所以只要到了球场上，选手就是早就已经忘记自己的感觉了，只记得那个对手。应该会这样。不过其实你们受伤的状况应该是蛮常发生的，所以应该也有尽量在设法避免运动伤害的产生。对对对对，当然了。对，好，那我其实觉得受伤那一次还能拿到胜利这件事情，是我觉得特别佩服的地方。
因为有很多人选手会是不是受伤，他可能当下会决定就不比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抉择？会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受伤对运动员来说真的是一件蛮不好的事情。那很多人会想要保护我们，因为脚是一辈子的嘛，所以就会想要保护我们，也会希望我们暂停一下。可是就是我个人比较坚持，我觉得是一种运动家的心态，就是觉得既然比了就要把它比完。对，可能也是太固执。对啊，但我认为折善固执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就最后是好的结束就好。对啊，对，觉得也蛮不错的一次经验，值得。好，我们再来看看网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网友，我想要请教说手腕的力量怎么训练的？手腕哦，就可能用哑铃啊，做重量啊，做重训的一些训练。对，就是这个用哑铃，用一些重量训练。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我想插播一个问题，我昨天去打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队友他可以这样挥很快，但是我挥不快。就是他就是咻咻两下，对，那这个到底是力气不够还是什么原因？是还是需要多训练？应该两个都有。可能你力气不够，然后你也不习惯，就是一直这样子挥，那种摆速你可能不习惯，就慢慢的这样可以。所以这是要也是练手腕嘛？手腕、小手臂这里都需要练习，对，整个肌肉都是需要。在进化。OK OK。网友还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说：“身体是很有力，打球使不上力。我猜那个状况就是，比如他觉得打小孩啊、打人啊，或开饮料都很有力，为什么他上球场就觉得打起来那个球飞得不够远？”我觉得这个状况还蛮多的，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重训可以做很重，可是他就是打出来的球没有到很有力。为什么？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那种协调吗？是发力，身体的发力啊，还是协调？我也不太知道。OK， 好，就是你已经内建，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就对雅琴来说，她那可能是她一开始打羽球才会遇到的状况。对，现在已经不记得了。我好像比较相反，我好像是力气就太大嘛，力气太大，但是我重训好像就是蛮烂的。他需要重训，我们就可以打很远，这样吗？就是。做不太起来，但是球很会打出界。原来。OK，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网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网友还问说，你参加过这么多世界杯，那你觉得台湾跟国外的选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不一样哦，我觉得其实运动员都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但是可能台湾的选手会蛮有自己的想法。是这样说吗？我觉得台湾选手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对 ，OK， 好，我们看到有一个网友，现场的网友问刘淑芝，他问雅琴如何像雅琴一样可以维持身材？你是维持身材的秘诀是什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不满意我自己的身材，但是对于别人粉丝跟网友来说，已经觉得你的身材很好了。那你维持目前的身材的秘诀是什么？其实因为可能就是每天一直都有在运动，所以就不会差到哪，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啊。所以你的运动时间有多长？练习？每天就是早上8:30。到11点，对，然后下午就是2:30到5点多，一天有练6个小时，那其实练习时间也蛮长的哦。对，难怪。所以运动果然是维持身材很好的一种方式。对。那还有一个网友李运成，他问说，有打算和小戴成为双打吗？说搭档吗？这个问题。小戴他现在单打先太厉害了，单打很强，又是那种世界级球后，单打就是球后的等级。对啊，可能以后可以跟他一起打那种青城杯哦。所以先在青城杯的时候可以先一起打看看，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搭档的机会这样。那你自己心里会有这样子的
期待愿望或者是愿望吗？对，其实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吗？我们如果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可能在队内我们可以打了。哦，在场之下，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个问题，网友雅琴可以再思考一下思考看看。那还有一个网友黄美金，他问雅琴说：“双打、单打哪一个比较累？”我觉得单打跟双打的累是不同的，不一样的累，都很累，都是累，对，但是不同的。单打的就是比较长时间的累，就是可能一直跑、okay. 一直跑、一直跑。嗯，那双打可能就是冲刺。冲刺就是冲刺，冲冲冲冲，很快的，就是短暂，但是很喘的那一种。是因为双打的球速比较快的人。嗯，对。哦，那还有网友石雅青问说，平常一定要练跑步吗？跑步，因为在球场上是很需要跑来跑去。要啊，要练跑步，跑步是会需要的。嗯，对。好，那刘玉清问雅青几公分？多高呢？168。哇，难怪我们一站上去就觉得有身高差。啊、在旁边都是可以有身高差。对的，哇，有一个网友无上，真的很多网友运动完会吃什么？会瘦，会瘦是重点哦。会瘦，吃什么可能不重要，吃什么会瘦是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不太。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吃什么会瘦，因为我也没有觉得我很瘦，但是我不太吃肉，不太吃肉，是哦，这样子你蛋白质够吗？但是我吃蛋，很多蛋，哦，吃很多蛋，okay. 对，好，那网友刘淑芝问说，平时如何充实自己？充实自己是哪方面啊？其实我平常各方面看看好，哦，我平常就是。没事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书哦、oh. 对，那如果就是训练的时候就是当然就是训练，那其他的时间就是安排自己做想做的事情。有一个网友他提出了一个我觉得有一点为难的问题，就是问雅琴可不可以现场示范跳沙。我们可能还要先问一下导播可不可以。对啊，而且我们是有球拍啦。跳沙哦，老实说我跳沙好像不太行哎。我站的原地站着沙可以哦。那要原地站着沙。站着他有感觉吗？哦，好吧，可能碍于场地的限制，可能雅琴觉得这个需要在球场上面比较好，能够示范的比较好，所以请网友期待在雅琴在球场上示范给大家看。嗯哼，好，再来杀球，示范杀球的握拍方式。如果是握拍方式，应该握拍就是要不要？其实我就是正常的握拍耶。你可以示范一下吗？示范，我们就大概就是一样啊。就是正常的像握球拍一样，嗯，这是菜刀握法。对啊，菜刀握法。那杀球的时候会要特别改变手的握法吗？你会改变吗？还是其实是一样的？我没有就是我一样就是这样子发力耶。Okay. 但是可能我在杀的时候会抓紧的杀。Okay. 对对对，就是会再抓紧一点、oh, 对对对，哦，就是那个发力。现场感觉那个雅琴其实这一段很有力，她手握得好紧、哦啊、没错。我觉得雅琴真的今天网友应该有问了，这样有得到答复了吗？应该有，雅琴有示范咯。好，再来是有网友问说，双打如何培养默契？就大家人对，大家人都是因为你们双打的成绩实在是很好，很不错，所以大家就会好奇说，哎，双打其实牵涉到两个人的搭配，那一定要默契很好才能打出好成绩嘛，所以一定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什么话就直说，就是有什么问题就是直接当下问这样子， okay. 因为用一直猜来猜去的、好像也不是个。好方法，了解，对对，所以直接沟通，直接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还有网友问说，出国比赛印象最深刻的经验、啊、哪一次出国比赛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出去比赛，每一个机会都是我一路来累积的经验，所以每一场我都觉得很重要，很深刻，很重要。OK， 好的。那
哇，我们再看看我们可能最后两个问题喽。我们最后两个问题，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最后两个问题问完，我们就要跟差不多了。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网友问说要如何练前场，然后还有反拍防守的发力。好，我们就答完这两个问题。前场哦，其实我前场现在也是在努力，就是进步的地方。那前场就是我刚开始就很喜欢大发力，因为我动作比较大。那现在就会着重在一个小发力，然后打点。对，打点的意思就要打精准的意思吗？可能就是打位置，就是不要让人家这么简单的就打到球。哦，对，然后就是发力吧，发力比较重要。刚刚还有另外一个下半段那个发力，反拍吗？对，反拍防守的发力。反拍防守，就是大拇指压着。OK， 然后反拍的时候大拇指要压好，对，就换大拇指压着。对对对对。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喽，已经就是确定是最后一个问题喽。哪一个冠军的？我们看一下问题，哪一个？不是另外一个问题。哪一个冠军战让你印象最深刻？冠军战哦，四大运吧。哦，怎么说？都冠军。四大运的冠军就是当下是有点鸡皮疙瘩的，就是想着，怎么会打到冠军，打到这么好？对。好的，好，那其实今天非常谢谢网友和粉丝这么热情，因为问题还持续的，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后续网友这些问题，我们会再请雅琴询问雅琴，然后我们再一一用小琴小编帮大家回复你们这些很热情，好多涌进来的问题，谢谢大家今天这么支持，然后也谢谢雅琴来到现场，我果然得到很多粉丝热情的回应，是的，对啊，真的非常。很开心，也谢谢雅琴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谢谢你哦，谢谢，好，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是不是有人写错啊？不可能啊，我们两个太像。一二三。狮子啊，双子，对啦，双子两个性格，一个是善良，另外一个也是善良，对对对，OK， 茄子，完成自己的梦想，世界冠军，没有，觉得自己最少女心的兴趣，我喜欢李宗硕，最害怕的东西。蟑螂会飞的。比赛前的小怪癖，小怪东西都要摆整齐。万一在球场上被架拐子，我是以暴制暴型的，一定会打回来。全身上下受过伤的地方，三个，左膝开刀一次，右膝两次。单场得分最高纪录83分。雷鬼头和光头选一个。雷鬼头。